减肥是不可能的，成都很火的神店珠海也有了涮烤一体，简直是爱到不能再爱。早就听说他家的牦牛肉很好吃，超爱这个牛肉刺身，开始有点怕，最后吃掉了一盘，把牛肉全部赶下去，等待同时可以烤个玉米馍和鹌鹑蛋，烤个小碗牛腩，再吃个牛肉包子垫垫肚子。调料可以打三种，搭配涮肉和烤肉用的。来自川西的牦牛肉果然不一样，烫上10秒还。